大家好，我是超级凡境电珍珠网通都关注360度零时刻无定向真空精电天眼做猫空方飞栋笃笑实力批判烧石 K 就住超人简称超人。高人，我啲单身旧朋友咧话我避开下双十一啊，年年双十一，因跌成双跌双失，失恋又失禁，冇人陪，仲爱使钱买牙，似得我表妹咁啊！双十一因跌庆祝，佢又委屈啦。Jennifer， 听日双十一啊，你有冇事做啊？冇啊。我有家事啊，好紧要噶，你可唔可以帮我订单啊？家事啊，咁好啦，我帮你订单。好嘢，我听日男朋友嚟见家长啊。丑八怪呀呀。今晚我订翻嚟开夜班，唔使啦，我自己加班得啦。咁有啲嘢你唔好介意喎。咩啊？我男朋友今晚嚟陪我加班啊。Jennifer， 我要同我男朋友分手啊。吓？点解嘅？因为佢搵人黑咗个淘宝账号啊。吓？睇唔出喎。系咯，仲清空埋我万几蚊日透物车，我觉得佢一啲都唔尊重我咯。吓？咁你想点啊？所以我决定，我要嫁俾佢。到时请你饮喎。吓？阿哥仲掟狗粮咧，都叫又因又果而星转合。但有一种掟狗粮咧，叫做飞来横祸，就似得太平路嗰间铺头咁。明明系卖佛具，都东嗰批出来卖狗粮嘅，咁张样卖狗粮，咩居心啊？系分明光天化日挑起啲单身狗啦。自从双十一创造咗单身狗呢只吉祥物，单身狗注定睇人嫌弃啦。不过开始双十一啦，咩双十二、六一八吓，一样压力山大噶。你冇以为我结咗婚啊？我结咗婚就唔怕双十一啦。我只不过系只家庭狗咋嘛，啊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嘅咋。单身狗只系商家营造出来，激发啲情侣啊，同埋单身狗互相伤害啊，叫人鸳鸯得裂。各位单身狗，你哋谂下，最本源嘅光棍节系庆祝脱单而扩宽啊，扩宽啲每淘宝、天猫、京东嘅啫，应该去就店噶嘛。单身狗不可怕，有思维症。光棍裤，光棍裤，已经35，衣服穿窿冇人扶。光棍乐，光棍乐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双十一 ，I don't care。单身狗，你哋只要中意享受你哋嘅自由自在，享受你哋嘅木圈木束，不妨大声话开人哋听。我单身，我快乐，真好。